慈济志工在塞尔维亚持续一个月的关怀，志工与当地的难民也培养出了感情，而离别之际呢，不舍之情是溢于言表。慈济人的爱是遍布全球，志工也前进马来西亚东部的百旦原住民村进行助学发放以及义诊。正言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开示，慈济人无私付出，让爱的能量广披寰宇。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前往东马的百旦原住民村进行学童助学发放，还有一群来自吉隆坡仁义会的医师和实业家提供义诊，就连原住民孩子也加入服务行列。慈济人啊，这一片爱心啊，他们都很尽心力的付出。看看国外的菩萨也是这样在付出啊，这普天之下呢，都是爱的能量广披繁宇哦。用心在人间的还有塞尔维亚的慈济志工，不仅满足难民的基本需求，也透过静思语教导他们英文、德文。而波士尼亚的志工还扮起动物，开心的与孩子们玩耍。这都是爱的能量，有爱的人生啊，才能看起来这样的和平快乐。看看现在当地的菩萨正在弘扬正法的时刻，菩萨道就是这样，菩萨所缘缘苦众生，就是要走入苦难众生群中去付出，这就是菩萨，这都是净化。所以我们要用心在人间呐。一个月的相处，难民和志工已经不分彼此。这天礼情依依，志工也赠送香鸡饭给难民委员会，希望慈济的爱继续陪伴他们走向安全国度。大爱新闻杨杰婷问国家，花莲报道。